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，我是罗宾。昨天美股大涨，台股小涨六点，开高走低。今天美股大跌，反而台股今天怎么样？开低有一点走高，只有小跌十五点。那为什么美股大涨我们涨不动，美股大跌我们又不跌呢？啊，其实讲穿了，就是台股在整理。好，这没什么大不了，我讲过很多遍了，而且整理的姿态还非常的强劲，这有利于后市。那总之我说过了，整理它不会啊，不会影响趋势。整理过后，终究该走的多头格局，该挑战的12682，它还是要去。你看，当时我告诉各位12682，很多人在大笑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你看，除了说慢慢的往这个目标去前进以外，现在是不是开始也有我们的同业也喊出这样的口号了？好，当然，我非常高兴。好，我们认同的人越来越多。好，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重点了，我的这然是多头格局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赚钱。而且多头格局、多头市场赚钱本来就是应该的，所以不是只有赚钱就好，你还要赚得快赚得多啊！除了赚钱以外，你还要赚得快赚得多。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赚得快赚得多？来，今天有一个机会，就要千万不要错过咯。大家所期待已久的我们的松露操作法的低价股，大家在啊期待中千呼万唤始出来啊、哦！我们的蒙娜丽莎今天特别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们特别开放让大家来预约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自认今年以来你赚的不够多的，今年以来你觉得你赚的不够快的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就是你的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我所说的多头市场，不只要赚钱，还要赚得快赚得多。什么叫赚得快赚得多？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赚得快。今天这档尼克森，哇，涨涨涨涨不停，差一档又涨停，错错错哦，今天这档尼克森怎么样？它是涨停的哦，哦，它是涨停的哦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，哦，它还没涨停，所以它应该是第三根的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第三根的涨停板？哦，这档股票来，我们在10月19号上个礼拜四，我们试价出清一档股票，就把资金转到3317尼克森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标榜我的股票每只都大涨，每只都一定大赚，但是我也会碰到一些啊，可能涨得慢的啊，或者短时间之内它底下没跌没当哎，那怎么办？赶紧把它换掉。好，所以这张股票我说过，我不怕各位知道，小赔出场，小赔出场，对不对？但是小赔出场，我们把资金转到尼克森之后，你光是看嘛，到今天已经第三根了，当时的小赔现在有没有回来了？而且还大赚了不少，对不对？来，这张股票从上个礼拜，在上个礼拜哦，我们就带着各位买进了。来，上个礼拜在哪里？来，跨进来，19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在这里？对不对？而且看到没有？法人开始买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法人开始买，我是盘中就买，而法人的报告，所谓的法人的进出，是不是要当天收完盘以后才会知道？可是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跟法人是同步进去买的，甚至我还比法人早一点买，为什么？我们心照不宣嘛，你认识我的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档股票你看有没有买在最有效率的点位？有没有买在最有效率的点位？我们带你追高，对不对？接着下来，10月23号，几家？
涨了没？还没哦，还没哦。新会员市价买进3317尼克森，没有持股的同步买进，23号的价，有无 ？key 呗，要不 key 哦？有没有？而且我还告诉我的会员，我说过，我一定让我的会员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，因为只有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，它好在哪里，你们才抱得住，你们才会敢买。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，3317尼克森第三季季报会非常的亮眼，加上 MOSFET 的一个概念，哦，从现在到年底涨价效果越演越烈，所以市场会陆续反应，所以手上没有持股的务必买进基本持股。你想想看，你是我的会员，连续三天你收到这样的call讯，买买买，而且是在还没有涨的时候叫你买，你会不会买啊？买了会怎样？买了就这样啊，今晚你接啊。那到今天市场上才一堆人在讲 MOSFET 如何如何如何啊，起个接啊，你看在讲 MOSFET 啊，我订了一百的倍啊。所以我说怎么样，我们永远走在故事的前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当连买，那23号还没有涨哦，对不对？23号在这里还没有涨哦，连续三天下好离手，有没有？强势第一天下好离手就涨停，有没有？现买现赚，来。第二天再来一根喜上加喜，到了今天怎么样？我说过了。不是差一档涨停哦，今天是来个看一下，今天是涨停板哦，差一个没收起来，你看，但是是涨停板哦，所以是扎扎实实的三根涨停板哦，有没有？当时在这里，低档用力的买，连买三天，有没有？而且跟法人，尤其甚至于还比法人早一天，早一点点时间买，有没有？那你看现在在这里。当时低点来跨起来24块多，对不对？22块4，有没有？到今天30，来这把我们丢啊！哦，给他修盘是31块6，所以是41%哦，啊，是41%哦。所以你看，短短5天的时间，这样够不够快啊？这样够不够快？对不对？好，除了尼克森以外，跟他有同样效应的。跟他有同样题材的叫做什么？叫做大中，对不对？这一档大中前天涨停，昨天创高107.5块，今天再涨停。安内有进吗？赶快，这个股票我得订来拜喜，有没有？我就带我的会员，请市价买进6435的大中，对不对？白纸黑字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到了礼拜五来，各看一下，赶快来6435，我们买进的第一天在这里哦。我有带你追高吗？我有带你追高吗？是不是又哇又过来啊？哎，又在法人买进的第一天，我们又买进了啊！来来来，怎么那么巧？这真的是巧吗？我不是看到当天收完盘以后，哦，法人买超我才进来买哦，我是在盘中就买，那个时候法人的进出动作还没有出来哦，我就先买了。我说过，甚至我比法人的时间还要早。为什么我们都能够走在法人的前面？这个你我心照不宣，我说过的，对不对？你认识我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好，10月19在这里。有没有？好，接着下来，10月20号礼拜五，6435大中，请新会员及手中没有持股的在这里买进，尤其注意来，看一下，这叫啥？来特写一下，这叫啥？这叫单呐、啊，什么叫单？就是单股啦，单股会员嘛。什么叫单股会员？你手中只有一档股票，你手中只有一档股票叫大，叫单股会员。当你把所有的资金在10月20号这一天，几家？10月20几家？有无？你在这边重压，把你所有的资金全部卡进去这档股票，有没有？当时在盘下哦，盘下布局轻松买进，有没有？然后甚至于到10月23号，这刚哦，还没起哦，还没涨哦，
这里还是一样，新会员市价买进，持股不足的同步加码。我说过了，我买股票至少三天，至少三天让各位布局，有没有？三天的时间啊，顶礼拜的开始买，买到这礼拜一啊，三天的时间，没有带你追高，对不对？一发动，对不对？当时还没有涨哦，揪你一起赚，有没有？礼拜一一发动，当时还告诉各位哦，那么23号还没有发动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告诉各位，它突破下降轨道如何如何，这个我讲不再讲了，这过去讲过的，对不对？还告诉你哇 ，QOQ 35%，季报闪亮亮，有没有？后来礼拜二一发动一根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刚刚开始而已，昨天创高怎么样？今天再来一根，啊，今天再来一根，那一样，各位看到了，当时在这里哦，10月19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带你追高哦，而且连续买三天哦，今嘛你加，安尼几工的时间，20块啊，20块啊，而且我说过，这是我单股会员，单股会员就只有买这一档，你当时重压，短短5天涨上来，请问各位，这样快不快？啊，这样快不快？你看大中就已经3-4成了，这个。啊，刚刚我们看一个增到30，大中也不少20块钱，对不对？除此之外，我们的10月第一档，我在上个月底带着你布局的全新季度的这档红洋有没有？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三天布局，完全不用去追高，有没有？没有早就邀你一起布局，后来一启动，马上赶快一启动，一刚涨停，涨势开始，杠上开花，双喜临门，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有没有？到了10月11号。已经涨了58块，已经涨到58块，涨了49%。9月28、9月29、9930连续三天布局，10月2号开始起涨，10月2号到10月11号几天的时间，九天还要再扣掉4天，国庆假期，等于5天的时间，气得高趴，安内有劲哦，安内有劲哦。尤其我说过了，现在大家在讲 MOSFET 怎么样。但是我上个礼拜我们就先卡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永远走在故事的前面。什么叫永远走在故事的前面？不是只有现在哦。来，回想看看当时的哇，比特币有没有？当时谁在讲比特币啊？当时5月份的时候谁在讲比特币啊？有没有？当时我告诉各位，它比特币有多恐怖，有没有？当时把几档个股相关的个股都列出来了，而且我只带你做这3档，有没有？世新创意跟华勤有没有？华勤当时41块，49.1块啊，就加了，后来涨到101块，对不对？涨上来每个都在讲，这边谁带你买的？很多人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罗文斌了。创意现在涨上来了，哇，又每个都唱创意如何如何，我创意在这边带你买的，你忘了吗？还有一档，我们说过了。现在很多人在讲的这一档世新有没有？来，世新，很多人也不知道世新，其实也是我很早就告诉各位的股票。我说这经济日报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这个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名字，这是我本人，我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想啊，不就是世新吗？啊，当时讲哎，去年的11月20就告诉各位了，那更不要讲同一个时间。还有这档股票叫玉金光，65块，没有人在讲的时候，当时就告诉各位有没有？哦，后来一路涨到哪里，更不用我说了。其好、哦、没有玉金光，当时60几块开始讲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涨到280几，我们2波段操作大赚3.14倍，后面的没赚，我就说我没赚，对不对？联益光，当时在第一档谁在跟你讲毛坯玻璃16.8，现在66.8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？美绿现在一大堆人在讲，对不对？当时71块，去年我在讲71块的时候默默无闻。所以投资朋友有没有走在故事的前面？走在故事的前面，你自然就能够找市场在低档怎么样从容的布局，买的低，买的到，买的多，用我们的松露操作法。你看包含这种一两百亿的大型股松露操作法有没有？
就像联发科这种大型股一两百亿的，当时我也用松露操作法带着各位，有没有大获全胜？你看今天联发科，今天联发科又创下339.5块的波段新高。什么叫创高？这一段时间，不论你哪一天哪一个点位买，当时我买进的时候就200出头，到现在已经334，已经339了。你怎么买怎么都是大赚的，更何况我们还来回做，还配了9.5块的利息，有没有？现在第三趟继续再赚，包含原相也是一样啊。当时低档谁在跟你讲原相？我们在这边布局布局布局，涨上来之后加码加码加码，一路大赚第一趟。到148块，现在我们正在做第二趟，第二趟这边整理一下，随时都会发动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我告诉各位，做股票在多头市场，不仅要做的哈，不仅要赚钱，你还要赚得快，赚得多。我有没有带你做到了？对不对？我有没有带你做到了？好，那前面那边。每一档股票都是我讲过的，不用我多说了，对不对？都是每天在节目里面叮咛各位的。如果有赚到的，恭喜各位；没有赚到的，没有关系。我说过，今天各位的机会又来了，尤其这还是低价股，我大家最喜欢的低价股。好，今天我特别开放于我们的松露操作法之低价标股蒙娜丽莎，今天开始接受预约。好，所以前面赚的自认不够快的。你觉得今年以来你赚的不够多的，我告诉各位，就是这一档，它会满足你哈，它会满足你一次的需求，好好把握广告时间，赶快完成登记手续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只有唯一，值得收藏。远雄的 One， 台湾最高68层顶级饭店豪邸，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高空公社。百年大景，世界尽收眼底。六星饭店服务，天空直送，尊荣独享。收藏的 One， 唯一无二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多头市场就是要赚得快，赚得多。刚刚也跟各位讲过的，什么叫赚得快？看看我们上个礼拜连续3天布局的，对不对？这一档尼克森今天已经拉出第3根的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当时在这里，现在在这里，这样快不快？啊，这样快不快？哦，这里还再多一根涨停的，今天是涨停的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了尼克森以外，哦，同一个性质的、同样题材的大中，你看前天涨停板。昨天创高107.5块，今天再拉出第2根的涨停板，一样。我在上个礼拜10月19日上个阶段我们也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连续3天，我没有带你追高哦，我在低档是带你在这边用力的买进哦。啊，今嘛在家，短短5天有没有立马大赚？尤其我说过了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？啊，我们怎么跟法人同一天买进？
我不是等他看到盘后，哇，法人今天买了，我隔天才去买哦。我们是同一天大买哦。尼克森是如此，大中也是一样啊。怎么那么巧？其实不是只有这两档啊，前面不也是一样吗？前面那些我们大赚几倍的股票，不是都安呢？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个你知道，我知道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我知道，心照不宣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说过要赚得快，但是赚得快还不够啊，赚得快还不够，你还要赚得多。什么叫赚得多？我说过了，在股市里头，与其你每天只赚那么一点点，你不如怎么样？你一次赚饱一点。好，那什么叫做赚饱一点？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联发科一两百亿的股票，当时我告诉各位，用我们的松露操作法来操作，低档带你布局买进。当时很多人笑我，松露我是不知啦，我跟大家讲，两年都没去啦。很多人笑，很多人都在笑，说这个股票刚真正会去，两年都唔捌叮当过的股票呢。啊，后来有没有涨？后来有没有涨？不仅涨啊，今天还创下339.5的波段新高啊！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不管你任何一个时间点，这是我们第三趟做喽。第一趟有没有压回再买？第二趟压回再买，现在第三趟喽。中间还配了9.5的利息，你说有没有大赚？这样赚的够不够多？当时就说从234到今天的339，这样就120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上9.5的利息，再加上这中间我们分段做的价差，这样有没有超过50%、60%、70%以上了？这样有没有大赚？啊，原相低档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这种股票真正会去哦，嘛是赶快两年都没去的股票，你敢讲这个股票，敢真正会去？那这个破底呢？但是我说过不要想那么多，低档我们就是布局布局布局，有没有？后来涨上来，只要有适当的机会，我们就是加码加码加码。后来第一趟涨到148，我们大赚出场之后，接着下来我们再赚第二段了，我们再赚第二段了。我认为整理随时原相也跟联发科一样，随时会再创高。好，那这个看法我都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有空我们再来慢慢聊到底为什么这两档股票我会这么的看好，会这么的强势。其实研究报告里头都有了，不过有时候有时间呢，我们再来聊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我想原相研发科包含以前那些超过倍数一倍两倍三倍的股票，我相信我有能力也能够帮助各位，对不对？能够不仅赚得快，而且还能够让你怎么样赚得多。好，那这些如果你都没有能够来得及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刚刚一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预告了，这档股票无论如何你要把握机会。好，大家所期待已久的松露操作法之低价标股蒙娜丽莎，我们现在看看什么叫做松露操作法。松露操作法有三个要件，第一个，它的产品要有革命性的进展，第二个，获利要有爆炸性的成长，第三个，股价处于起涨的一个位置。换句话说，松露操作法一操作至少都是50%+的。就好比说这一档股票，来，这一档股票现在还在低档，没有国际大厂它的产品哦，国际大厂会相继的采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未来国际大厂要相继采用它的产品，你敢想你嘛怎样？它的营收会不会爆冲？有没有？而且我说过，它处在一个波段的一个起涨点，一触即发。拍谁哦？在我们下不掉哦，这是故意的哦，一触即发，就是一触以后就要开始攻击的意思哦。哦，不是以为，不要以为我写错字哦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在一个波段的起涨点一触即发？它具备机器人、车用跟手机的题材，你告诉我，这里面有哪一个，尤其机器人跟车用，有哪一个不是现在最先端的趋势？而且法人，我看到不？法人已经默默在布局了，法人即将大买 ，Q3 的营收令人惊艳。既然营收令人惊艳，我告诉各位，它毛利会持续提升啊，所以获利会一飞冲天。你看，跟去年比，尤其你看，原本第一季还赔钱的公司，到第二季变赚钱，从负0.25到正0.6，这中间，这光是这一季是赚了
0.87 哦。那我告诉各位，它第三季会比第二季，第二季就能赚快一块咯，它第三季会比第二季会赚更多诶。所以第四季还会更好，明年都还会再成长哦。所以我说股价怎么样，先看五成再看一倍。而这样的股票现在还没有涨，松露操作法之低价标股已经突破，即将突破关键的转强点，大波段的涨势也即将引爆。这档蒙娜丽莎松露操作法之低价标股，今天我们开放预约，那开放预约记得打电话来的同时要告诉我，你到底要打算花多少钱来买这档股票，你是不是要用以股换股，把你的情况详细告诉我的助理，这样我才能够进一步的帮你规划。总之，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，明天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即马请 YouTube 应通财经台。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啊 ！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、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、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用偏红的二号粉底。